今天是纳维亚的生日，我想要请他吃一点我的粉色马卡龙。你问我怎么吃？我会把我的粉色马卡龙硬塞进去他身上的烤箱里，用我的白色内线整个煮满他。这么说来，纳维亚还需要更多的结晶反应，看来也只能交给我了。你问我怎么用？我会使用我那坚硬挺拔的岩神柱，不断的冲撞它的采矿场，并注入我那浓郁的金元素，不断的在里面进行结晶反应，让它孕育出只属于我跟它的结晶啊。